给出来，你转来了，预备，开机。我就会看哭，敢于表达爱吧。不仅仅局限于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每一个人都在为对方付出，敢于表达爱吧。长大的后辈有机会使让成龙电影这个招牌在我们手中多一抹光亮，所以看我们的吧。3、2、1，龙马精神！来，送你个红包，来，谢谢。大家好，我是刘浩存，我在《龙马精神》的电影里面饰演罗小宝。我之前都通常在电视上、在荧幕上看到大哥的作品，其实老师在组里面非常的和蔼可亲，在演习上帮助我们怎样拍摄，动作上会更棒。3、2、1，哎，怎么去抒发这个情感会更好，就是跟老师都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很爱会吃土米吃胡萝卜，因为我感觉它嚼得很香，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小耳朵动来动去的。教练告诉我，如果马的耳朵是朝前的，那就代表他警惕等候命令，如果马儿随便动它的耳朵，就代表它比较放松。它的耳朵真的好可爱。从职业上来说，是一个刚刚入行的青年律师啊，所以看这个岳父应该怎么讨好啊。女朋友有什么要求啊？都这个恼火在公司。那不是我演的吗？那不是我挑的吗？下回你自己去。还是你细想，这个事业新的角度啊，从这个工作呀，各方各面的，我觉得就挺靠谱的。耶、yeah! 哎！哎哎。我觉得老罗他的那份爱就像一个沉寂已久的火山，其实是一种热烈的，但是又压抑着的那种情感。谁让你找我这儿来的？可能医药检查吧，想请你帮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请你原谅我一下。到后来，小宝去帮助老罗去处理赤兔的归属的这个纠纷中，慢慢解开这个误会。为什么只抓着赤兔？他对于你来说就是一匹马，但对我来说是家人。一家人就想在一起，这么样吗？小宝，为什么一定要拆散我？不要说了。我爸爸很笨，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用命去拼。爱电影是这样，爱我是这样，爱赤兔。其实亲情它就是一个非常永久的存在，然后我们会相互爱着对方，即便是有一些误会让两个人产生了隔阂，但是因为爱是非常强大的一种存在，所以它就是会化解这些隔阂。导演的这个底下呢，我们还是经常爱撒狗粮啊，挺甜蜜的小哥俩，小姐俩，反正这他写的还挺甜的。但是我看的时候，我也跟他那个聊过这个话题，因为我可能也不是那种适合的那个啊撒糖的那个，是吧？我这个面相可能也差一点。但是我觉得我追求的就是生动、自然、真实。两个人之间呢，我觉得从对手身上得到的反馈对我来说。一场戏开始就是搭配的还挺好的。刚开始那一场戏，我就镜头拍他那一片的时候，我演的可自如了。然后镜头拍我这一片的时候，我就突然说：“哎，郭老师，我为什么有点紧张？”他说：“啊，是吗？原来不止我一个人会有这种感觉啊。”其实第一场戏可能大家因为不太熟，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陌生感和紧张的那种感觉。还紧张吗？还行，有点。这么多人面，突然间感觉到了。我很紧张，但是我们俩后来就是那一场戏磨合的还挺好的。
这感觉好，是吧？没什么表情，就一直绷着，真绷着，一直到最后头都秃了，他妈装的！我真霸总了，我这从来没演过这样的。说是放放的风水，自己在装霸总，其实不是，其实挺萌萌哒哒的，然后就后边就破功了，就破功了，好，生日快乐！他真的很幽默，而且很开朗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在现场，只要他在哪儿，哪儿就有欢声笑语，这个还是挺厉害的。一颗他独立都站不起来了。医院那场戏，他不光想要照顾我的情感，他知道我在故意逗他，然后他也努力在照顾我，但是其实他背负的更多，因为受伤的人是他。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做到了，在我们都做到的这个前提之下，那么后面我那场情感爆发的戏，我觉得才有了特别强有力的支撑。哎，一直下手。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就是觉得哇，这功夫就之后呢，就觉得原来电视和荧幕上看到的和真实在生活中看到的居然是一样的，那些动作做出来的速度、力量什么的，非常的精准，让人看了之后就想拍张鼓掌。老师做的动作就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力道很足，但是又不会让别人受伤啊什么的。Never say no， 就继续不下去了，我们就只好休息了。因为这个挺近的时间，大哥连着失去了两个策划，都是他独立他的承担班的。我这一辈子一直都是在电影圈里面发展的，会顺利很多。警察故事那个简单任务戴在头上面，你还能认出来几个？这个我是谁？大雄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快山车？快山车，龙少爷啊，龙师弟出马啊，对对对，醉拳写过什么成猎人啊，然后这是那个福星里面那个千里桃，这是福星里面您扮的那个最胖的阿拉蕾 啊厉害耶。咱们没有经常吃的特别特别好，做得好的话就会给演员营造一个非常和谐的表演环境，这对于演员的表演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大哥蹲在那儿呢，一般我就叨叨叨喝剩水剩了，不能随便往地上。我的付出哇！我觉得就是所有人都是对生活抱积极向上的一种态度，对身边的人充满爱和关怀，然后好好的生活，每天都有充沛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